家牛肉面。今天方便点吃个牛肉面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啊，天气有点凉凉的。方便面要去哪里？现在凉，有变凉。太舒服了。哦，四天很快就吃完。最近变冷，然后我们家牛肉面的那个销售啊，还有跟询问度也蛮高的。那就是还没收到货的，大家再等一下。那我们都是那种现，就是没有货的话，我们就来现煮，然后去做制作，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新鲜。嗯，我今天吃的辣哈。嗯，我今天吃麻辣，小朋友已经吃那个原味了。妈妈来吃书包。爸爸。嗯。大鱼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味道什么味道？说应该是牛肉面的味道吧。”他就说：“好，我好想吃牛肉面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想吃的哪里的牛肉面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爸爸妈妈的。”哈哈哈哈，这么厉害！他为了去学校帮我们推销牛肉面。嗯，结果还跟我说他要当选，他要那个不是，他要竞选。嗯。模范生，他说模范生要两男两女，然后已经先选他出来了。他是被选出来的？对啊。这么特别，是班上吗？还是学校？通常模范生都是班上或是老师指派去出去竞选。嗯，就是全校选出两男两女这样子。我也是一个班有两男两女这样。是一个班有两男两女出去竞选。哦，他选出就是一个一男一女，选出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去了解，我就说模范生，他说对啊，我就说模范生要功课好哎、欸，模范生好像功课好之后还要人缘好，嗯，他功课不错啊，现在。一年级有什么功？有什么？所以一年级的模范生好当，但人缘好的话，我就是觉得他人缘倒是蛮好的。所以趁一年级的时候，赶快先去能当上一届是一届。那要露出他还要拍一个，如果当选的话要拍平面，是不是？他应该不会露出尴尬笑吧？嗯，结果拍平面的那个摄影师是他当年拍毕业照的摄影师。那个毕业照那个摄影师真的还叫小朋友露那个周星驰笑。因为你这样笑露牙齿笑的话，太久小朋友会僵掉，真的。所以，哎，有紧张我都觉得好僵。那一下就吃完了，而且汤是一包的汤，我们两个用哎、欸。嗯
实通量是很够的。嗯。然后这时候你自己加个什么？那个绿色蔬菜啊，嗯，或是番茄好像也不错吃。就是不能加不能加葱花，太快。我看我朋友他们女生都是加一堆青菜，嗯，然后加那个番茄下去煮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们也是一包两个人分嘛，肉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就是跟阿U。哦。那阿U他们只吃牛肉。啊，有筋他们比较，他们不吃筋。嗯，小朋友们不懂牛筋的好处，对不对？软嫩嫩 Q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拯救我们家的鱼。然后阿U他很喜欢吃我们自己牛肉面附的那个。日晒面，嗯，宽宽波浪 QQ 的，那个好吃啊，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。对，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就是，我们两个吃就是可能要各，如果各一包又太多，所以我就自己拿那种细面，嗯，自己去量刚刚好，就是我们两个一小坨这样子。毕竟一包面两人分是不够的，嗯，两包太多。但如果说 一包汤用两包面的话呢，面会不够。不然，什么叫一包汤呢？不然用我们两包波浪面的话，一包汤。对啊，这就是一包汤啊。再用两包波浪面，够啊。我说我们的面就会缺少。哦。楼上在搬家。每天半夜都空空空，讲完就空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天冷的时候就是吃我们家的这个牛肉面，方便。然后如果遇到下雨天，不用出去，方便快速。然后呢，喜欢的朋友的话呢，就是可以赶快订购。还没订购的朋友赶快询问。然后蛮多小朋友也很爱吃的。如果就是订的朋友，嗯，就是不吃辣的话，就不要加牛油。然后。直接汤包直接加下去，那个我觉得像，就很适合小朋友吃。对，嗯，然后自己像大人如果比较想要吃比较清淡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很够了。OK， 拜拜。